肾脏科医师的真心话，不喝水真的很伤肾。我是觉得是我们国人的饮食跟排尿的习惯，真的大大伤我们国人的肾脏。不喝水憋尿的哈，来我洗肾室参观一下洗肾病人他们的生活。他们每一次要打两针很粗的那个16号、17号针，一个礼拜要打6针，全年无休，一年要打300多针哈。我们讲肾脏是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